啊，就阮老爸叫阮签，阮就签啊。哎，当初几岁？你当初差不多十六七岁啊？哦，十六七岁啊！啊，你即当初八十七岁，哇，安尼你就签到签七十一年啊？还无使啦，啊，就啊，我都安怎？啊，合我都做什么代志？啊，除了这个排班，若要庆贺排班哦，啊，后下如果准弄建弄准的，啊，后下请伊出头前，你娘你卖出头前啦！我见啊，你老爹我才出头前，你阿爷你哥安尼大小都阿妈我爱排班啦，哈，反正老可爱，互相礼让建弄准的，安尼就完完哦，所以，哎。就啊吼，大家是无害。你努力了，所以讲成绩，所以无法度甲我做个完满的一个分享吼。但是呢，啊，一句诗真好个诗，咱好好啊甲捡起来包起来用吼。伊讲读不尽架上的古书，却要时时努力；做不尽世间的好事，必须要刻刻存心，时时刻刻抱着好学坚定的心。哦，所以咱爱来学习，咱来体会，咱以后才有较一个圆满的一个智慧，啊，较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最后呢，归于不变。大话讲，咱修蛮多，咱未使讲不苟言笑，未使讲作业俗的。虽然真有迄个庄严，但是无迄个安作业俗的。哦，归于不变有迄种啊庄严，但是呢。无讲安尼，真正予人感觉足崇高诶，啊，人较亲近安尼意思吼。最后，咱做一结束吼，讲咱每时诶修持，造人生诶善缘，造人生诶慈悲，在当时当时必然会前进。在座会当安尼来参考来听道理，拢无简单。哦，过去是当中所累积来，咱正神公大仙嘛，甲咱安尼讲，今仔上京都。开发会、大会堂、前口，迄三五七十四安修来，尤其那啲初测班办道务，迄个较是用心，迄个较是类似的修行得来的。咱爱好啊，领袖，咱在微信所接来的人员，哦，所以